辅主旷君，寻常有礼。辅佐皇帝，按照一定的规矩去做事。那么这个人，而且呢，为什么说他明智呢？说明啊，他很有这个专业知识。这儿形容贤晓地理，对当地的地理啊有一个很好的考察，要不然的话他不会很唐突的给朝廷啊提出这种要求来。知事济纲，知道啊这种管理知识，言必忠义，非是绝章。这是对他的道德进行一个形容，言必忠义，说出来的一定是会皇帝对这个帝王啊很忠诚的话，对百姓很义义的话。忠义一个指的是帝王，一个指的什么？对百姓。他的品德之美，非是绝章。这里面用了一个词儿，非是。这个非啊，是通非常的非。什么意思呢？《诗经》当中有话，我心非是不可转也。石头够硬的，但是啊，如果人多的话，还是可以给它转动。但是人心啊，有时候如果坚定下来要做一件事情的话，可能要比石头还要坚硬，还要下定决心。所以我说什么呢？我心啊，比石头还要坚硬。所以他的这个道德非常的鲜明，恢弘大节，党而益民。他在和他的同事，在和有司的交涉过程当中，能够发扬大节，能够把对帝王的忠、对百姓的义能够讲出来。窥广卓今，谋合朝廷，能够啊把古往听来的典故跟他的有司部门进行沟通，能够啊把他做的这个事情和当时的这个时政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世间吉安有勋有荣，那么在他的努力之下，是吧，石门重新得以修葺，老百姓啊又可以走上畅而宴平的石门之路了。所以有勋有荣，他的功勋，他的美名，我们必须要记住他。禹凿龙门，想当初啊，大禹凿龙门，那么是大禹的功绩。那么在汉代有什么呢？军旗祭纵，把他评价很高啊，说杨君宁啊，就好像和大禹一样，大禹开龙门，杨君凿石门，啊，有这么一种说。上顺斗鸡，下达鲲黄。从天文地理来说，这个多是一件好事。自南自北，四海游通，老百姓可以很顺畅的交流啊，进行这个走动了。君子安乐，树土悦庸。这个土在这儿啊，这是个士。那么在汉碑当中，这个土和士有时候往往是可以通用的，所以树土应该是术士。君子当然是为官者感到很高兴，术士普通的百姓也感到很和乐。商人贤喜，农夫永同，各行各业都是很和乐。春秋记忆，今而记功，这个在古代啊，春秋这部书啊里面记录了很多奇异之事。那么我们现在啊，我要写的这篇文字目的什么呢？不是记忆，而是要把杨焕、杨孟文他的一个功绩啊记录下来，让后代永远能够纪念他。垂柳一载，世事叹永。叹永，这个字念永。最后一段序曰，明在人志，遇时难易，原夺天道，安危所归，勤勤竭臣，荣民修礼。总结全文，发感慨，对全篇啊进行渲染。他这道理是一样。总结一下，杨军啊，您他的功绩啊，用了这么24个字：
进行形容。最后还有一小段，那么这个王太守啊，王生王太守啊，他还做了一件事，他不仅仅啊表彰了，或者说是这个乐时怀念了他的一个同乡杨焕杨孟文，那么他还在这个杨孟文的基础上面对石门啊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整饬补益，他有他的功绩。他说五官传南镇赵少字纪南，这里面呢包括后面也有一些是这样涉及到了这古代啊对人怎么称呼的，首先称呼的是什么呢，他的一个职位身份，是吧？你比如说司隶校尉啊，他是官职，那这是五官传，五官传下面的办事人员。南镇是什么呢，他的一个籍贯。那么这个人叫什么呢，叫赵少，他字什么呢，字纪南，是吧？这和前面咱们说的这个杨军杨焕是一样的啊。司隶校尉建为武阳，杨焕字孟文啊，下面这个也是。然后主保中曹汉强字产伯，因为这个人啊很有可能是什么呢，这个晁盖的晁啊，咱们这上背上是一体字，曹汉强，他是可能是个工匠，没有什么职务，所以在这儿啊不把他的职务列出来了，只列出了什么呢，他的一个籍贯。什么人啊，保中人，主托付曹汉强曹产伯，还有谁啊，叔左西臣，这个臣呢是通臣氏的臣，王介字文宝，竹。这里面提到了两个人，一个人是曹汉强，一个人是王介，那么这两个人是具体的办事人员，那么很有可能一个人是干嘛的呢，是采石的，还有一个人可能是什么呢，书客的。尤其是这个叔左西城王介，因为咱们推论，因为没有是很明确的一个记载，有可能这个石门颂的文字有可能就是这位王介王文宝他的一个手迹。既然是叔左，那么这个书写是很自然的这个事情。什么叫主，尤其这个主字用得好，主是什么呢，主镌刻书单之书单镌刻之史。王辅君啊，王生啊，敏古道危难，什么叫敏啊，体恤，虽然说呀石门经过了一个修饬，但是事实上路还是不好走，古道危难，于是怎么样呢，分置六步道桥，又重新啊建了啊，或者是修建了六座桥，应该比原来更好走了。那么这些办这些事人都是谁呢，特遣行程事，你看这是他的一个职务，是吧，西城韩朗自显功，让韩朗都督传南镇魏枕，这是一个同人家字，他是这咱们这个原始上面是巍峨的巍，这应该是魏曹魏的魏，姓魏的魏，魏枕字伯玉，后遣赵宋字公良，查这个按察中朝多行，造作是机万事之机。一方面啊，他又重新啊建了这么六步道桥，另外一方面又派了韩朗，派了魏枕，派了赵宋，派了朝多行，或解高阁，下就平易，行者欣然，还把那个有些比较高的一些建筑啊，哎，都给它拆除了，让这些建筑呢能够走起来更加的顺畅，走路的人啊非常的高兴欣然。这个当中有一位因为这个事情做得好而得到了迁升，是谁呀，魏枕魏伯玉，即日喜属行程事守安阳长，
这里面还有两个字，是吧？这个魏伯玉当天啊，他的职位就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么是什么职位呢？行成市安阳长，安阳县的县长。但是他都是临时的，用了一个是署，用了一个是守，这两个字。这个署和守是代理的意思，代理的意思啊，因为这个朝廷还没有正式任命，所以啊，只是临时让他啊去处理这个事情。这么一篇文章是吧？咱们看这个写的内容啊，和咱们前面的看到的曹全、张骞不一样，和乙婴也不一样。实际上是什么呢？把石门这个历史啊，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叙述。这个地方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啊，那么最早的时候啊，这个是如何的？啊，由陕入川，那么四条道，最早是走这个子午谷的。后来呢，在东汉时期，啊，这个明帝啊，把石门重新进行了一个建造，啊，那么把这个保斜道啊沟通起来，人们就不走子午谷了。但是后来因为在汉安帝时候碰到了这个西夷他的一个战乱，没法走了。那么在之后，在杨军、杨焕、杨梦文的一个主导之下，是吧？重新修饬了耳曜，修饬了石门，又可以走了。啊，那么王申他的同乡在若干年之后看到了这个情况之后，非常的感慨。那么于是数十济公，同时啊，王申在他的基础上面又有了一个啊很好的又有一个补充，又造了桥，又造了石头做的粮仓，作为万石之基，啊，是这么一个事情。咱们进行石门颂的第三个环节，啊，石门颂的技法特点，从它的用笔到结构，啊，在讲那个概论的时候呢，给大家提到过了，石门颂它的艺术特色啊，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灵动，啊，非常的飘逸，另外一个方面是它的气势和它的力量，啊，也给大家列举了这个前人对它的评价。胆怯者不能学，力弱者不能怯。那么所谓胆怯者不能学，强调是他的气势之盛，是吧？力弱者不能学，强调他是力量之强，力量之强。那么咱们首先看他的这个点法，因为这个载体的原因，在这个山面上面石质也不是特别好，那么他在刊刻的时候对这个笔画的精准度，我想自然呢也无法和曹全碑啊，像这些汉碑啊这个一样啊做得那么精美，而是表现出什么呢？一种山林之气，非常的疏散啊。这一点也是咱们在写他这些点之类的基本笔画应该把握住的。那么咱们对他有一个这个点法有个最基本的评价，点如线，这里面有一些点画会略重一些啊，但是绝大多数的点画都表现出一种线的特征。你比如说，咱们看这个魏，校尉的魏。校尉的尉，是吧？诸位应该是对曹全碑当中这个尉应该记忆得很清楚，是吧？下面这几个点很圆润，在这儿我们恐怕不能用圆润来对它形容了，是吧？点如线，他把这个点画画成了短线，画成短线。那么当然写这个时候也是需要有轻重长短大小的区别，是吧？你看这几根线的一个处理，这是他的一个点法上面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另外一个，为了使这个线它具有一定的张力，它往往是需要强化它的什么呢？强化它的一种笔势，不能过于僵直。那么我想这个特点呢
也是咱们可以从它实际操作层面去理解，包括这个也好，树也好，很好，也都是这样。十面不平，你要给它做的非常的精美，是吧？每一个这个笔画的每一面啊，都能够做到面面俱到，那恐怕不太可能。所以在行笔的过程当中，往往会碰到什么呢？较强的摩擦，从而改变你的运锋方向。你比如像这个字，像这位，按照常理就那么就是一点，但是它在它的运行过程中，上面有一个波折点，下面有这么一个折点，不平，这种不平之气，所以给大家做个提示，往往是什么呢？像一面做弧线，有一些折点，有些折点，这是它的一个点的一个大的特征。具体来看，是吧？咱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类，一类呢长点。长线点，你比如说像这个泽啊，这一类，那么这种点法完全是什么呢？为什么用线来概括呢？画点为线，画点为线，行笔过程当中注意它的这个折点，注意它的折点啊，不要让它显得过于单一。那么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短点，比如位宫上面这一起手一点短点，那线形不长，但是我们发现啊，即便是这个短点它也不够重，它也不太重，对不对？只是和咱们看的线点略略有一些变化，你看这两个字的一个比较，略略有一些变化，那么呈现出什么呢？或方或圆的效果，但是它不是那么重，很少会出现笔画过重去改变整个调子的这么一种情况，不会有，这是它的一个大的一个特点。那么有些时候这种点画甚至会出现什么呢？弱化，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按照常理这上面那么空，这个点画应该是比较重，是吧？这张千杯咱们说过了，上面往往出现什么点？方点，对吧？这个方点上重下轻，成那种倒楔状，在这儿什么很轻松的来一点，弱化它，一种灵动感觉，动感。